六百余载的天津，熠熠芬华，群星闪耀，一个个光辉的名字，镌刻进历史的经纬，璀璨不灭，耀骨烁今。他们推动着思想启蒙，引领着时代更迭，见证着城市荣光。每次斑斓星辉里的放歌，每段华美激越中的生命，都值得我们去踏寻与倾听。行进中的天津，工业基因与工匠精神，是一部纵贯百年的交响。三岔河口有一条百年老街，三条石大街，这就是当年的三条青石。深深的车辙印记着车水马龙的往昔繁荣。天津早期的铸造业和机器制造业从这里起步。周学熙创办机器纺纱厂，吴茂鼎创办北洋削皮厂，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范旭东创办永利质检厂，并邀请侯德榜担任总工程师，宋斐清创办东亚毛纺厂，华资银行也开始崛起，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家银行实力尤为雄厚，覆盖北方，被称为北四行，与外商银行相抗衡，支持民族实业的发展，天津民族工业鼎盛一时。灯塔涂料已有百年历史，实验室里至今仍悬挂着一块百年厂训。1916年，中国近代杰出化学家陈调甫怀揣实业救国的梦想，创办了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如今，灯塔在照亮新的征途。灯塔涂料的新工厂，一批新产品正运往天津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神舟系列载人航天飞船，嫦娥绕月卫星，天宫载人空间站，都有灯塔相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一代运载火箭产业化基地，我国自主研发的最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正在组装。崔运被称为中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总装第一人。出厂前，他是最后的总把关人，每艘胖五有十几万个零部件。十多年来，从研发到生产，崔运参与的各项测试不下千次，容不得一丝一毫偏差。全国各地数百个厂家生产，然后呢交到天津，大的一些主力的成立的部件和关键的东西零部件也是由天津生产，一点一点组装，达成一发完整的火箭。火箭制造，工业领域的天花板，小到机械加工，大到铆接总装，考验着工业基础能力和水平。我国工业41个大类中，天津拥有规上工业39个，207个中类中，
天津有191个。各领域的大国工匠，星光熠熠，在天津百年工业的长河之中，这样的薪火相传，照亮历史星空。这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获得者王宠惠，被誉为近现代中国法学奠基者之一，曾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他毕业的学校就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如今的天津大学。1895年10月2号，北洋大学开学，除教授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来自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原版教材，工程学、矿物学、机器学、铁路学。北洋大学的学科设置皆为当时中国社会所急需。实事求是的校训在北洋园里始终回响。今天10619米，这是水下滑翔机下潜深度的世界纪录，它最长能连续运行301天，最远航程可达5506公里。天问一号着陆火星，港珠澳大桥飞架3D，天眼射电望远镜探寻深空 ，C919 大飞机翱翔蓝天，世界最大地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一个个国之重器，都有着一代代天大人的身影。北洋大学一成立，就肩负着兴学强国的重任，一代代天大人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践行着校歌中传唱的“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庄严承诺。每到清明时节，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祭奠一位远去的长者。1876年，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庭。13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学制4年。北洋水师学堂借鉴英国海军学校课程，老师用英语上课，还有一门新奇的课程叫体育，教授拳击、击剑、球类。当时这个学校的总教习正是毕业于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的严复。作为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与大多数洋务派人士不同，他认为只学习制造洋枪洋炮不行，还得学习西方的科学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严复在天津生活了20年，在这里他翻译完成了天眼论。书中
他将赫胥黎的核心思想精辟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之后的20年里，田野论从天津传遍中国。1898年，22岁的张伯苓进入严氏家馆，当起了老师。严氏家馆的主人严修，虽是旧式文人，但他力求改革，对西学有着浓厚兴趣。他在家宅里开办私塾，教其自治。张伯苓在严氏家馆力主心学，主讲他在北洋水师学堂中习得的英语、体育、理化等科目。国运跌宕的岁月里，严修、张伯苓是时代的先觉者，他们携手并肩，相互扶持，揭开了近代中国私人办学的序幕，也为中国的新式教育奠定了基础。1913年秋天，15岁的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他品学兼优，国文和数学成绩尤为突出。毕业同学录中，对他有这样的评语：“此君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至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的人品与才学深得严修和张伯苓的赏识。张伯苓常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当时的南开群贤毕至，鸿儒云集，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巨匠都曾应邀到南开演讲。民族路44号，两座西式砖木结构洋楼，名叫饮冰室。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支持者梁启超曾居住在这里。1915年，梁启超远离喧嚣的政治中心，举家迁到天津定居。10年饮冰，难凉热血。在天津，他走完了绚烂人生的最后14年，完成了著名的饮冰式合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1917年1月31号，梁启超登上南开中学礼堂的讲台，台下的周恩来见到敬仰已久的新生，激动不已。后来，他在《校风》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样记述：先生慨然登坛演讲，历时约1钟有半，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入人脑海。周恩来铭记梁启超的教导：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
百倍于他人。青年觉醒，山河激荡。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群起响应。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10000多人举行罢课，组织讲演团、新剧团、义勇队，开展爱国斗争。风华意气的新青年，不断求索着光明与真理，走向革命征途。1935年9月17号，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振臂高呼，发出爱国三问。校长问大家：“你是中国人吗？啊，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那么中国不亡有我，中华崛起有我。”南开是由一群不服输的中国人创办的，百年南开，爱国报国的根和魂，已经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标识。国之大者，见证天津荣光。从天津走出了2位共和国总理，张玉泉、金邦正、梅奇、高景德、王大中等5任清华校长。整体微分几何之父陈省身，我国元素有机化学和农药化学奠基人杨时先，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梁思领，石油地质学家黄继清，材料科学家吴自良，工程专家刘新洲等2院院士，他们以风骨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1938年6月27号，因为支持学生们的抗日活动，拒讲日文课，拒用日伪改编的教材，时任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被日本侵略者暗杀，震惊全国。他的热血也让勤朴忠诚的耀华校训成为爱国强音。今天耀华中学已近100岁，15尊光耀中华的院士像，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塑像立于其中。这位科学泰斗1926年出生于天津，生逢乱世的他从小立志读书报国。高三时，于敏转学进入耀华中学就读。今年96岁的陈克前是于敏的同班同学，退休前曾任苏州大学校长。在老人的记忆中，于敏的门门功课都排在全年级第一。从读完中学转过来，实事就是要增加很多学费啊。但是于敏呢，就是啊，每次考试都考第一，所以学校有规定，考第一就可以免费，有很好的图书馆、实验室、工厂使用。他在耀华中学如鱼得水。1944年，
于敏高中即将毕业，父亲因病失业，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断了。陈克勤的父亲陈范友是一名爱国实业家，当时担任启信洋辉公司协理。得知于敏的情况，他慷慨解囊。在陈范友的资助下，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慧眼识才，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61年，钱三强找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当时，氢弹技术是各个核大国的最高机密，没有参考借鉴。于敏在一片空白中，向氢弹原理的突破发起总攻，和时间赛跑，为祖国筑盾。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一声巨响，震动了世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整，而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没有在西方名校留过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国产专家一号，却创造了神话般的中国速度，撑起民族脊梁。由于工作内容特殊，在28年的时间里，他的名字曾是绝密。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鸿谋。这位共和国功勋化作星辰，指引着后人永以创新为伴，常立报国之志。好像他就是觉得就自己有这个责任，是吧？你名啊利啊他都不在乎，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爱国的精神，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可以说是从无到有。这一生啊做过的事儿，他认为都是应该的，是吧？而且他不断地开辟新的领域，是吧？真是所谓死而后已，一点都不过分。从科技报国到体育强国，这样的爱国强音回响百年。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运动员什么时候能够得到一枚奥运金牌？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这是近代天津发出的奥运三问。九原板荡，摆在陆尘之际，有识之士憧憬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奥运三问在中国映照百年梦想，以体育人，在天津激荡回声嘹亮。天津奥体中心体育馆因造型独特，建在水上，天津人昵称它为水滴。
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在这里观看中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共同为比赛开球。早在1905年，中国第一个冰球俱乐部在天津成立，中国的第一场冰球比赛也是在天津进行的。从中国冰球运动在天津发轫，到如今超过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奋进的中国，世界瞩望。折柳寄情，别情依依，中式浪漫感动世界，为这动人旋律注入灵魂的作者，来自天津一个灿烂至极、传奇至极的生命。海河之畔，一座建于清代的北方民居，营润着江南灵秀。1880年，李叔同降生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官商世家。祖父经营盐业与银钱业，父亲李世珍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官任吏部主事，后来辞官返乡开始经商。书香门第，家境殷实。李叔同从小熟读经师典籍，天资聪颖，才华横溢，20文章经海内。他学贯古今，博识中外，精于诗词、书画、金石，通达音律。东渡日本留学后，李叔同第一个将话剧、西洋油画和钢琴引进中国。艺术光华蔼然照耀，启迪无数心灵。39岁那年，他突然对弟子丰子恺说，我要入山出家。从此红尘送别李叔同，佛门有了红衣。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天津是中国近代话剧的发源地。这里不光孕育了中国话剧奠基人李叔同，还滋养着戏剧大师曹禺的妙笔华章。意大利风情区曹禺故居，
这位文坛巨匠落笔写下雷雨日出的地方。1910年，曹禺出生天津，当时的天津时代浪潮澎湃，文化精英荟萃，戏院星罗棋布，剧种丰富多彩。1922年，他考入南开中学，当时南开新剧团已成立8年，话剧演出与创作蓬勃兴盛。很快，曹禺就成为了其中的活跃一员，开始改译剧本，构思创作。雷雨于此萌芽，取材于天津的人物情节不断生长。终于1933年夏天，雷雨完成了。我想你也会回。那一年曹禺23岁。什么？天津成为他艺术创作的源泉和戏剧创作的奠基地。随后日出、原野、家等佳作陆续发表，搬上舞台倾倒众生。花真的嫁给了焦大兴？对。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纵情闪耀，绽放光华。86岁的靳凯华，今天再次奏响了《歌唱祖国》。72年前，《歌唱祖国》在天津诞生，就是由他第一次用钢琴试奏。此曲诞生，源自感悟的随笔。王鑫，时任天津音乐团团长。1950年9月，前往北京采购乐器时，王鑫走过天安门广场，看到五星红旗在秋风中飘扬，排练国庆游行的队列，精神抖擞。创作的激情冲撞着他。当天晚上回到天津家中，王鑫连夜奋笔疾书，气势雄壮、热情奔放的《歌唱祖国》诞生了。他就非常上口，而且最主要，他真的表达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愿。今天，耀华中学礼堂再次飘扬起胜利的歌声。1950年，《歌唱祖国》就是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王鑫亲自指挥，靳凯华钢琴伴奏。首次公演后，这首歌很快就在民众中传唱开了。1951年9月，周恩来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令，要求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从此，这首不朽旋律与新中国同声共战，在无数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唱响，被誉为第二国歌。歌从天津来，是偶然，也是必然。近现代文化的开放、多元、包容，孕育了天津音乐的底蕴。1949年底，新中国在天津组建中央音乐学院。
8年时间，全国的音乐大家、音乐教育家陆续来到天津。把康定情歌唱响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于怡萱，歌曲《社会主义好》作者李焕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者曹火星，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从天津走出了李光羲、蒋大为、余淑珍、关牧村等歌唱家。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寂寞。作为一个歌者，我想，你生于斯，长于斯，一定是从你的血脉里，从你的骨子里表达的是你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热爱。人民以歌抒情，作家以笔放歌，海和水浸润着中国文学的天津味道。诗人穆旦1918年生于天津，他以炽热的爱国之情和天真之歌，为中国现代诗歌注下基石。平地一声雷，大地之子梁斌在天津铺卷展纸，传世巨著《红旗谱》奔涌而出，澎湃成不朽经典。作家孙犁1949年来到天津，崭新中国天光曙色，他深情叩问，纵情而歌，风云初霁的美打动了整个中国。七月派诗人鲁黎，作家方济、杨润深、蒋子龙、冯骥才、杭英，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他们也在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天津汲取创作的灵感，写笔端风云，激荡时代的思考。天津的人很朴实啊，很重感情，所以我觉得天津是个有人情的味道，都是家国的情怀，都是钟爱的感情，这是中国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1986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挥毫写下开发区大有希望。从盐碱荒滩起步，这块被机遇垂青的热土以改革、开放、创新为根和魂，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每一天都在刷新自己。早年当过工人的蒋子龙感受到时代气息的变化，他饱蘸春风，在天津写下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时代之心声，展露锋芒。蒋子龙首开改革文学先河，以文学的方式替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引领思想转变，激发改革热情。我愿立金钉状，乔光谱52岁，如果我去了之后电机厂仍然不能完成国家计划，那就撤掉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文学的笔走出浅吟低唱，向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浪潮走去。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为100名改革新风颁授奖章。在这份名单里，只有2个作家，一位是路遥，另一位就是蒋子龙。我最先认识到的我的文学资源是工厂，是天津。天津是老工业城市，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工业城市。我对工业的感觉，我对这个工业世界的感觉，我对生活的感觉，眼界是不一样的。春天的五大道生机盈盈，路遇皆风景。木南道上这座白色小楼曾经的主人就是骨科圣手方先知，他是中国骨科医学的奠基人，创立了天津骨科医院。一街之隔就是汴万年旧宅，他曾求学协和，成为我国心脏病学先驱。来到天津后，他创办了恩光医院。同样住在木南道上的还有中国现代泌尿外科第一人施西恩，妇产科病理学奠基人林松，中国肿瘤医学之父金显宅。几位医学泰斗比邻相守，济世苍生。5分钟车程之外，成都道100号住着他们的协和老友朱宪仪。这位中国临床内分泌学的奠基人，1951年在天津创办新中国的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并推动了食盐加碘国策的制定。如今天津医科大学已走过70余载，一批批医学人才从这里出发远航。天津名医云集，群星璀璨。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吴斌江正在和老师们学习分享中医抗疫的经验。令他们欣喜的是，一套中医学核心教材跨越万里送到了师生们的手中。这套教材见证着张伯礼心中的国之大者。中医药走向国际，标准至关重要。张伯礼据全校之力，5年准备，3年编写，聘请15个国家和地区的290位中医药教育专家共同参与。这套世界中医学核心课程教材终于在2018年完成。现在这套历时8年编辑、14册、近1000万字的中医教材正在被译成多国语言发往海外。正是我们这条路选对了。中药古老，中药有很多宝库，但是要和现代科技结合，赋予古老的中药现代科技的水平，这是我们对这代人该做的，这是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回望历史，总有一个个闪亮的名字穿越时空，启迪今天。仰望星空，总有一颗颗耀眼的星辰激励梦想，指引方向。从爱国三文到时代强音，行进中的天津，书写国家的力量，人民的希望，城市的荣光。